一株鲜红花，春天的太阳翻腾草，春天的巧遇撒撒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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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家还有多远？跟着你走下去，然后过去就到了。你走到下面那个平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了。待会儿我告诉你一个漂亮的地方。所以你觉得你家很漂亮吗？当然啦，即使我的家乡不漂亮，但是我生在这里它都是漂亮的，况且我的家乡还是很漂亮的。看到了，看到我家了。你家在哪？这里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如果他们那位不是我同伴，我想这里好像不太适合，因为上下都隔得太近，怕吃到人家的那个农作物。还是放到前面那一点，那里宽一点，那里。喂，姚春芝，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女孩。从小他就对一切家务农活十分熟稔。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把它放到这里吃草就好了。他吃多久？他可就一整天。一整天？就把它放在这里一整天之后，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来把它接回去。你最几岁开始放的？啊，很小。因为我很小嘛，我爸妈就不在家，爸爸就出去找钱嘛。那姐姐呢？姐姐就负责每天要柴呀，这样。因为我很小的时候，姐姐是负责放牛，然后要柴，然后照顾我。后来我不是会走了吗？长大了吗？然后就，我就是负责牛，我姐姐就负责柴，就这样。哪些肩着那个会累不累呀？还好了。你说你喜欢来带牛吗？为什么喜欢来带牛？走那么远好累一累。反正我喜欢带牛就是了。七岁那年，春芝个头虽小，但对牛的看顾一点都不马虎。那你怎么知道它吃饱了没有？山里的生活艰苦，春芝的母亲因此离家打工。他回来又去，回来又去的。哦，所以你看过妈妈几次？四次。就四次啊？嗯。那你会不会很希望妈妈常常回来？希望。希望。你会想她吗？想。那你觉得台湾的小朋友，他们放假的时候都在做什么？放假的时候，洗衣服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要柴，不会不会，我知道的不会，因为那些烧煤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烧煤哈。当时懵懂的女孩，不知是出自于对母亲的思念。还是明白生活不容易，打工是他唯一能够揣想的未来。
甄子，你告诉我你长大要做什么？长大打工。打什么工？你觉得打工会很快乐吗？可是为什么想打工？不知道。姚春芝就要从初中毕业，迈向人生另一个里程碑。就是有一种那种特别渴望自由，然后向往那种很向往外面的世界，就是觉得自己长大了嘛，然后又就是就像爬楼梯一样，又上了一个台阶了。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有想好以后要干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反正就念下去就对了，一直念这样念。我相信念到有一天我会知道答案的。相处多年的同学将各奔东西，内心难免有些不舍，而他的乐观开朗也让师长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像春芝这样的家庭特殊，就是比较性格相对要内向一些，有时候甚至还有一些自卑，但在这一块的话春芝就没有。春芝非常开朗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子，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她。你作业都在哪里写？这里写、啊。嗯。你都怎么写？这里面的桌子。放这里。这样写。哦。大山里物资缺乏，生活简单克难。春芝小小年纪已经很懂得节俭惜物。小笔。你用这个当小笔啊？嗯。好笑吗？好笑。你看，那你的铅笔怎么那么短？你这里用多久了？一个月。哇，那你写很多字哈、哦。嗯。那这样好不好写？好写。好写。嗯。天高云，天高气，气高气长。你要把它用到多短？没有钱买，就要这样写、啊。不过老家水烟塘村，坐落在山凹处的小盆地。大雨时经常排水不良，影响农作收成。十多年前，水烟塘遭逢严重水患，当时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前来援助，为13户灾民盖了新房子。姚春芝家也是其中之一。这群来自远方的慈济人也从此走进了春芝的生命。几个人坐起，你不喝酒，你原来喝酒，现在你改酒不可能搞下去嘛。他说几个人坐在一起，就是戒酒了就不好了。你有没有跟爸爸讲，他跌了一跤，你很担心？没有。你有没有跟爸爸讲？母亲不在身边，父亲又常心情不好，戒酒消愁。春芝的成长过程并不顺遂，不过他从不怨天尤人，总是默默地为父亲设想付出。你要给爸爸买什么帽子？好啊，走。
今年什么都没有买。真的？啊。那你需不需要一买衣服呢？他说他不要，我想给他买一个帽子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姚春芝从一个帮忙分担家务的小女孩变成了懂得承担责任的青年。不太一样，我就觉得，应该是爸在外面干活累了嘛，那我又不去跟他干活，然后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嘛，然后那家里面事情就得是自己做。那我觉得以前呢只是，就是可以做可以不做那种啊，现在是有一种义务的那种感觉。那现在因为应该是属于那种分工的那种形式了嘛，就是爸爸做外面的，那我做家里面。尤其这些年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，春芝常为此担心。爸爸不是有那个两个吗？一个是肝硬化，那另一个就是胃溃疡，这两个病都是比较那个的，你们也知道。然后爸爸又挺爱喝酒的嘛，然后又怕担心他那个喝酒了之后就是走路摔倒嘛，因为之前摔过很多次，所以就是会很担心。要不然上家去也奔不开。练下这句话，泡茶几分钟可以泡，这是微茶，这微茶几分钟泡不下来。我闻到香味啊。我也想问你，但是你嘛杯子好，一少少的倒，人家吃一杯不够，倒二杯，不可能倒闷杯，人家吃不下，喝不下去。康威，等好。爸爸说什么？他说这个要泡的时间长一点才好喝。他说不是煮嘛，如果是煮的话，就会那个味道很容易就出来了。那泡的话，可能要时间长一点，那个味道才会出来。他常常教你一些事情。爱骂我。初二时，姚春芝为了拥有较好的读书环境，申请转学到升学率更好的初中就读。其实读书脱贫不单是自己的梦想，也是父亲多年来的殷殷期盼。你好上台。是啊，我他那个位。我娃娃可以就是。好香哦。那么就可以到了。到中大呀哥。
尽管慈济每年的助学金贴补了女儿的生活费、资料费，但一年1200元的住宿费，仅靠务农还是真的辛苦。年初，春枝父亲买了3头小猪，打算年底变卖贴补家用。你说你养这个猪要做什么？卖的钱要做什么？1000多块。1000多块。哎、嗯。那个钱你要用来做什么？你要村子读书啊，养猪从村子读书啊。村子一个月要花1万多块啊。房租啊，房租7000，在中药房租就是7000。就卖猪。啊，就是卖猪的，就开房租。让女儿读书升学，不因家贫中辍，一直是父亲忍着病痛打拼的动力。那没成人啊，那成人了、啊、我也不辛苦啊。我们这代。太无聊啦，没文化，又一样不懂，希望他们这一代来摆点本，要学习。你望我们那筋，嘴巴哪股筋都是冒出来啊，是瘦得很啊。就是外个。着父亲的期望，姚春枝即将经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考试。开始的时候就是挺着急的嘛，那时候就老师给我们灌输一些，就中考很难很难那种。然后考了前面的4科，就觉得其实中考就是和平时测验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规模大了一点啊。然后周围坐的人不是自己认识熟悉的而已。我小的时候梦想是打工，长大了以后去打工挣好多钱。那我现在的梦想是读书，这样的转变是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师傅都告诉我，有人会打工打得很好，他不能告诉我读书会不会很好，但是他相信我在读书的陪伴下不会孤单，我一直都有这个信念。所以后来随着慢慢的长大之后，读的书越来越多之后，真的发现读书可能真的是穷人出路的，就是出来的唯一条路了。很认真，很有写，认真。这个是我亲戚，别人帮我亲戚，一盒一盒的，一盒写。你觉得你自己认真吗？应该吧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长长的颈变了，早晨我拉开窗帘，阳光就跳进了我的家，谁也照不住阳光，阳光像。阳光是大家的，阳光像金子，阳光比金子更宝贵。来，拿勺你好。流光瞬息，在水烟塘老家，和春枝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外地读书或打工，留在村子里的就只剩下小孩跟老人。过来，你娘抱你，过来。他这几岁？你几岁啊？啊？你几岁啊？他那个几岁？他几岁？我不知道。这个呢？阿雪，你几岁啊？他也不知道。嗯？哎呀，为什么？嗯？姐妹，我喊
你们就坐在你们坐在一个，我来谈你们事哈，听到不？小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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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你坐到可以坐了吗？那你们家养马主要做什么？就是玉米好了之后就这个投玉米嘛。要爸爸身体不太好，特别是那玉米种的又很远，这批山后面啊，这样就路也不太好走的，就用马来代替，就相当于交通工具嘛。你看我说我家马长得帅吧，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了。刚才我就是那个他一个跑的时候，我差一点就拉不住了，因为我也好像管不住他，那以前我就有点凶啊。然后如果他就是不听话的话，我一抬手他就不敢动啊，啊我又打他。夏日绽放的小白花，或许山路蜿蜒曲折，不平难行，这些来自贵州大山的是磨练，是礼物，也是春枝成长的养分。仰望天空，不知世界有多大，站在山顶，不知世界有多大。碧海连天，一泻相接，奇山异水，转眼云烟。站在海岸上，不知世界有多大，蓝蓝的海水一望无际。低头沉思，不知世界有多大，无数梦幻等着我去实现。我要去看看那街道上的繁华与新山，我要去看看那碧海蓝天相接的风景线。我要飞翔，在未知的世界里寻找一片属于我的海洋。